Hello， 好，大家早晨。今日就试下个风向球，究竟有啲乜嘢变化？咁而家我就开始试一试飞啦。个风向球嗱，大概咧你见到啦，个风向球咧就架飞机就喺箭嘴，蓝色箭嘴就喺中间。咁外边咧就系、是操控啦，绿色嗰个点同埋 H 点咧就系、是、我喺旁边。咁而家咧个飞机就回航，即系回翻嚟。我的起機點，我坐在一個平台下面公園那裡，那我飛過來箭嘴指著綠色的呢，就是指到鄭信號是對的，它會變藍色的，指錯就變成藍色的了，越來越難變成藍色，指錯了，那個方向在頂頭嘛，大家指錯了，那我沒有指向天，那你變成了，那個飛機呢就在中間，現在呢我就那個飛機拱走它，那個飛機就你沒有發覺出來啊，飛機向了出來，其實就可以按你的姿勢球的左上角的箭嘴仔，現在呢飛機就向前出去了，你看到綠色點就是我坐在中間，這個東西可以自己變換的，挺好的，你可以變換不同的你覺得的，即你自己玩開的，即那個控制的方向，現在轉回飛機過來，飛機箭嘴指著我呢，那就回航了，指著綠色點，綠色點上面的箭嘴就是你的遙控的方向，咁下面黃色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叫做空 point 啦，咁嗱飛翻嚟嗱，咁、那個精準度就一定爭少少嘅，你唔好諗住個嗰個點疊得到就係啱，咁其實都係接近嘅啦，咁就多謝各位試到呢一度 ，OK， 拜拜。